你今天一二七了吗？大家好，我是李正浩元泰的董事长，大家都叫我 Johnson。好，那当然要想到我们自己的 E-Ink Smart Green、电子纸绿电、我觉得 Governance 做的不错，就 G 的部分做得不错。我觉得真的大家要真的认真来做 ESG， 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不做的话，我觉得很多未来的要做国际的生意是做不到。那当然我觉得很重要一点是也帮助，如果我们把 ESG 做得好的话，企业的竞争力相对的竞争门槛也是在提高。我觉得每个人其实都具备做好 ESG 的特色，因为ESG 就是说你要去做，基本上是要做对的事情。那标准的 E 是代表环境面 environmental， 那 S 是叫 social 嘛，那就是你有没有办法关怀你周遭的人。那 G 的话是 governance， 那你有没有办法把该做好的事情把它做好。我希望越来越多企业愿意投入到 ESG。 那我相信最近 ESG 这个话题这么热，然后也希望大家多关注一下，做一个有社会责任的公司。